赛呢，可以说是这个有很多出乎意料的这个目前看来的这个分数哦。下面已经有三位女将在等待了，马上接下来欢迎我们哦，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这个男丁啦哈。好，吴中明请出列。唐师姐，老师好，大家好。吴中明，你今天的地狱歌曲选的是？阿杜的天黑哦，这个吴中明一直这个评审老师都觉得他很会选歌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诠释的如何，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天都黑了，你在想着谁？心都灭了，我要怎么追？话都说了，你要怎么退？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。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，爱在眼前无声崩溃，摔成粉碎。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，一种撕裂的感觉，嘴里泛着血腥滋味，多么想的离别。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，梦被掏空的错觉。我已不再是你的谁，想到都会心碎。风都停了，云要怎么飞？你我走了，我要怎么睡？心都破了，你要怎么？吴中明的演唱，首先有请我们这个陪审团来举牌哦，有地狱 feel 的请举牌哦，打动了很多我们的陪审团。第一阶段还不错，接下来天堂的歌曲要演唱的是王力宏的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》哦，整个有跳痛的感觉，很令人期待。掌声欢迎吴中明，谢谢。夜晚的有点疯狂，其实我早就该回去。今夜的笑容在你脸上，你是我最美的旋律。牵手牵得那么自然，哦，有默契浪漫就不难。手表像是被谁快转，你说真的时间太晚。 Oh no， 我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，爱是不停在期待的心，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。能不能晚点回去，期待的心，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，能不能晚点回去。我在每一秒里
首先有请我们的陪审团来，请举牌。哇，第一次全数通过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马上有请我们评审老师蒋平小林老师。其实钟明的表现呢，真的每一次都越来越好，而且也很稳定你的声音。但是要讲一下，就是说你其实如果照这样子继续下去，你应该对自己的要求要越来越高。所谓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就是说当我们刚刚在听天黑那首歌，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阿杜的影子。一点点，但不多。但是我想本来模仿就是一个学习的开始，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要有一个壮志雄心，我要唱阿杜的歌，我要唱得比他好，加油。好，吴钟明的分数请评审老师按灯。你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8分。谢谢老师。所以意思就是吴钟明虽然过关，但是有很大的一个功课要做，有很大一步要去跨越，但是其实他这个今天的演唱还是得到了这个很多观众朋友的掌声啊，恭喜你过关。谢谢谢谢。接下来欢迎叶伟霆。叶伟霆呢，这个每次演唱，哎，你好你好，都让这个评审呢为之惊艳。今天你选的这个地狱歌曲，听说是你第一首歌就是会唱到哭的吗？是吗？对。哦，真的啊？那这个要跟上次梁文音一样，要一直忍住哦。可以做得到吗？加油，尽量。彭佳慧的《死心眼》，欢迎叶伟霆。谢谢。这首歌真的很适合送给全天下的女生。对，那难过的时候就哭吧，那开心的时候就大笑。那我觉得你听到这首歌，如果